对于大多数油车主来说，可行性高且能带来驾驶感受变化的，其实就是音响方面的改装。拥有好的汽车音响，会让你的驾驶处在一个优异的视听享受过程中。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外出自驾游，都可以让你好好享受驾驶的过程。即便遇到烦心的堵车，也可以在好音乐的调节下避免出现路怒症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爱车拥有更好的音响。但是大多数汽车自带的音响，为了兼顾声音的各个频段，配装的喇叭大多是难以体现低音细节的，这也是很多人对原车音响不满意的原因。低音为什么对听觉效果提升这么大？那是因为低音的波长较长，频率较低，人的耳朵听到了容易产生共鸣。低音的这种特性会让人感到力量感，产生亢奋心情。很多预算有限的车主都会优先考虑安装低音炮，因为低音炮带来的听觉变化是最为直接的。所以车载低音炮怎么选，我们下回见。